20多年前，我还是个少年，打开家里刚买的彩电，看到了三五港青拉力赛，我惊呆了，原来车还能这样开。我立志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一个拉力车手。1999年，世界拉力锦标赛在中国举行，我瞒着家人坐火车去北京看比赛。当拉力赛车在我身边呼啸而过，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此一直奋斗。后来我真的成了一个拉力车手，戴上头盔，绑上安全带，听着领航员的路书，我宛如新生。那些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国顶级拉力车手们，我终于能和他们在现实里交手，我和我的搭档也变得越来越强。巴音布鲁克，那里有着4000米的海拔，有悬崖、峭壁、森林、雪山。赢下巴音布鲁克的人，就是赢下了中国赛车的最高荣誉。我连续赢了5届，那年我32岁。再后来你就出生了，在那一年呢，爸爸我也因为某些事情不能再参加比赛，所以你恰好一场爸爸的比赛都没看过。但是这不代表爸爸骗了你，也不代表这件赛车服就是假货，懂了吗？懂了。觉得爸爸要是穿上它会像什么？像送外卖的。怎么像送外卖的呢？穿上就不像了。气质出来点没有？爸爸当年就是穿着这件赛服战无不胜，连续获得了5年的总冠军。儿子，爸还是要送外卖的。你点的外卖都是同行，你什么态度啊？欢迎收听 FM 111.1为您带来的午间播报。曾经的著名车手张弛今天突然要举行一场汽联听证会，动机和诉求不明，本台记者将前往现场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消息。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都有些陌生了，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爸爸好歹也算个名人，你也算是名人之后。张弛说几句吧。5年前，我跌入人生的谷底，是你们写出了各种文章，真真假假，把我扒光市场，煽动大家不要原谅我，让我又多跌了几米。今天我要把曾经失去的那些尊严一个一个再夺回来。我张弛过了这道门就是回来了。先生，这件连体衣 X 光照不透，请脱下来再过一次。您轻松获得第5个年度冠军以后，您的老对手万和平也宣布退役，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呢？对手其实谈不上，对手是我俩是他是最好成绩是第二，甚至有几年都是第三第四。嗯，我觉得他是那种长得显得特别厉害的那种，我俩往那一站，冷不丁给人感觉好像他是5连冠。有的人啊，活的是造型，有的人活的是人设，我活的是本事。况且
他年龄也确实是大了，说不定哪天我们在赛场以外的地方相见，啊，还真的会别有一番风味儿。哎呀！申诉员张弛，请你再描述一下你被禁赛的原因。2012年5月4号，我接到邀请。您黄金段位何必来这种青铜局呢？既然你来了，我就把球鞋穿上吧。双板凳，但我凭借多年拉力赛的技术积累，技压九九。不料，警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不用给自己加那么多形容词，注意客观。啊，当时我就你是一个职业车手，又没有类似的前科，怎么会突然接受这样的邀请？因为请我去的那台车的车主跟我说，如果我能赢，他就能搞定我儿子的户口跟上学问题。被禁赛这五年，遵纪守法，无不良表现。我只想重返赛场。你们罚掉了我的荣誉没关系，但我请求你们再给我一个可以参赛的资格。我想把我的荣誉再赢回来。注意安静。对于他个人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我们仲裁庭，法无授权即不可为。他只要符合赛事规则，体检合格，就可以重新参赛。好，散会。这就是
大公无私的万主席，叫叔叔。哥哥。儿子教育的不错啊。安兄，当年我比较张狂。没事，我可跟你说啊，只要你的驾照能重新考出来，你的赛照就自动生效了。现在的新车手比我们那个时代的车手要快一大截，林振东都连续赢好几年了，你可得好好练呐。谢谢。你顺便可以体会一下，赢不了比赛是什么感觉。爷爷再见。林振东今年的新赛车哎。今年爸爸复出，就灭了林振东，让你大开眼界。哎，这学了个新成语，来把新成语说说给爸爸听听。灭了林振东。我给你一脚。成语都是四个字的，偶尔也可以有五个字的。去吧，那边把这新成语写上20遍。嗯，灭了林振东。爸爸，我为什么要叫张飞呀？班里的同学都笑我。你名字有什么好笑的？爸爸的爸爸叫张扬，做事太张扬，老吃亏。他就希望爸爸呢做事情能够张弛有度，所以你爸爸我叫张弛，这不后来就弛起来了，当了车手，还拿了冠军。我呢，希望你以后可以跟爸爸一样，一直飞驰下去。咱们俩就叫飞驰组合。于是，你的名字就叫张飞。有什么问题吗？是刘备不同意啊，还是关羽有意见呢？我同学的爸爸也是一个驾驶员，他想和你飙一下。咱不能再乱飙车了啊。等爸爸赢了今年的比赛，再去跟他会一会。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敢来找你，因为我拖累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领航员。雨江，跟我一起回到战场上，回到我们光荣的岁月，行不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张弛，你放过老婆。兄弟，兄弟，我刚才把所有的激情都在你媳妇身上彻底的释放了，这不情绪就是这么个情绪。要不弟妹，你再帮我转述一下。媳妇不用，我都懂。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甘心的，但是我能不能付出这个事儿，你还得问问我媳妇岁数同不同。去吧，注意安全。弟妹放心，不赢不归。那我今天最后一天在这上班了，一会儿下班了我带你去坐过山车吧，你找找感觉。说我感觉怎么样？还没车呢。
我去他妈的！你这还有什么家当的？你他妈这五年都是干什么了？能动你了吗？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像这样坐在车里了。是啊，我也已经1852天没有摸过方向盘了。我知道重考驾照对于你来说是个降维打击，我们一遍过，这是我们复出之路的第一步。着车！哎，你不知道坐哪儿啊？快！5年前因为什么吊销驾照啊？酒驾，酒驾！我最讨厌那酒驾的了啊！你啊，甭打算在我这儿。不，教练，不是，你听那胡说八道，我瞎说，那他喝多了。不是我喝多了。教练，别等他胡说八道，我现在开快车，开快车被吊销驾照。开快车一样，也是我最讨厌的人啊！教练，您定。你希望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把手松开，行不行？我开了26年的车，别说是事故，就连那小小的剐蹭都没发生过。就凭我这人比较稳重啊，我最讨厌那说啊，没开几天车就觉得自己车技已经了不地了，就好像教练，我给您介绍一下，他曾经是。轮到你说话了吗？你谁呀、啊、你？教练。我曾经什么呀你？你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呀、啊、你。没错，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唱歌呢你？这开快车被吊销驾照的人，脑子都有病。看你这样就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人，你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我真开一个，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教练。我开的时候你最好别踩副刹车，会破坏极限状态的汽车平衡。你是什么人呢？5年来，终于有人肯跟我说，你可以开快车了。民用前驱车的起步需要在离合器的临界点把握左脚的力度，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抓地力。你到底什么人呢你？你马上就知道了。现场到。
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啊，你就是一大傻子。陈东，今年我们什么时候去芬兰试车啊？最近经济大环境不好，带着车队去格外太麻烦了，就在自己家赛道里跑一跑。陈东，我知道你有很多的粉丝，非常多非常多，而且你也连续3年入选了福布斯体育榜前10的这个位置。但是其实还有一种声音，他们认为你只是占用了更多的资源，只是因为有更多的钱，因为有更好的车。你怎么看？不管是金钱方面或者说是精力方面，我都付出的比其他人更多，所以我的收获更多。我觉得这很符合逻辑，难道一定要那些各方面付出都没有我多的人获胜才符合你们这个童话故事的结局吗？而且我还有一个这么好的领航员。所以你觉得这也是一种公平？如果你想要公平就来参加体育比赛，如果你想要绝对的公平就不要来参加体育比赛。今年有没有一点竞争力的对手？想想啊，高花阳，英文名拓。哎，那个不用说了，这么多年了，一场比赛都没跑完过。还有吗？柯翔，一个比你还年轻的车手，去年参加爱沙尼亚锦标赛，成绩还不错。张弛呢？他够呛吧，他考驾照，科目二没过。科目二？科目二是挺难的，我当时也没过。谭教练换新车了，干什么你？谭教练，上次是我不好，脚下太重，这次来是给您赔礼道歉的。道歉就算了啊，赔礼就行了。我做过功课了，15年前您的发小被一个酒驾超速的司机给撞了，撞成了植物人，您就一直坚持着，每天跟他媳妇儿一起陪护他，日以继夜。过去的事儿别提了。其实以前我也是教练。你教什么呀？拉力、场地、漂移、越野、警队的特殊驾驶，我教过2400多名学生，而且我还是一个很优秀的职业车手。多优秀啊！一枝独秀。说实在的，我呢不是特别讨厌你啊，我是讨厌上次跟你来那大长头发啊，你说他不男不女的，流里流气的，是不是？但是还好今天呢他没来啊。那咱今天教练，我就位了。你什么时候进去的你？哎，就出来，进来！你先别生气，我们打听好了，您那爱车的发动机10000块钱一个，我们赔你，你再给他次机会，给他次机会。发动机10000块钱一个，你给我20000，什么意思？
雨枪，嗯，生肖，生肖了。什么生肖？我在这儿生肖了。什么？快快！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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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牛逼了！牛逼了！你。怎么，你们有钱人都不换衣服的吗？幸会啊。哎哎，行行，写作业去。你这风景真不错。没有，明年这儿就起一高楼，全挡上。我家盖的。嗯。你先走了。就来不及醒了，一瓶都喝完了。我其实特别希望能在赛场上碰到你，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什么意思？我看过你比赛，那时候我18岁。看你开车，驾驶特别激进，姿态也比别人更夸张。当时我心里就想，我明白了，那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拉力赛，给你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没想到啊，我还是你职业生涯的半个领路人呢。13岁那年，家人送我去英国学赛车是对的。我看出了你们很多破绽和缺点，你们用了太多斯堪的纳维亚正版来做重量转移，这种看法早过时了。20岁，我回国了，那是你出事了，我就很轻松地赢了5年。那不挺好的吗？但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说我能这么轻松地赢5年，是因为你不在。明年开始我也不在国内比赛了，我希望我们能在赛场上对决。然后呢？然后就不会再有这种质疑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没有研究对手的习惯。嗯，哎呀，我听说你赞助找的不是很顺利，上面有我电话，有任何困难记得找我。从小到大只有警察叔叔和你我说过这句话。放心吧，没有困难的，我就朋友多。刚才咱俩喝那瓶酒就好朋友送，都是些
商界的大鳄，相信你都认识，随便打俩电话拉点赞助还是不成问题的。再忍忍吧。人在顺境时候的友谊可能不是那么坚固的。这个酒庄在1991年没有生产过任何一瓶红酒，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年份不好，所以这是假酒。我希望今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好年份吧。付出就得有个付出的样子，怎么样，我给咱俩做的队服好看吧？这是咱们俩当年第一次参加拉力赛，就在天马路1246号发的车，纪念一下我们新的开始。你这个照片找的挺神奇的啊。你给我选的是哪张照片？是我在那漠河喷香槟那个，还是巴音布鲁克决战的时候我在领奖台上蹦老高的那个照片？兄弟，经费有限，也是我。这就是咱们要用的火。我靠，这简直刹车可以啊。你看啊，拨片直接推动的气泵，以前挂档这样，现在这样。咱那个赛车跟那个配置一样吗？你想啊，咱们在这里开了7年车，就凭我跟叶经理的关系，拿到他们最好车手配置的赛车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车队租给其他客户，一站20万。15。左三，进前4。肺部超200米处，大输出66，全右前方追速来，回头。赢了，赢了，牛逼了，牛逼了，逼了，逼了，谢经理。这两年你受苦了，平时这个精神方面也多注意调理啊。这两年我不是不能碰车吗？我就一直在脑子里模拟练车，刚才就像掉入那状态里。许翔，好久不见啊！怎么样？这两年你也在这个虚拟练车啊？被他感染了。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特别欣赏你。比赛那会儿，你就是有激情，而且文采好。你看咱今天重逢，是不是？你活跃一下气氛。你给咱即兴赋诗一首怎么样？是啊，赋一首，我不，freestyle 一首。我赋诗都带批判性，没关系，你就批判我。对对，你就批判他。那我来一个。一顿操作，猛如虎。哦。定睛一看，原地抽。厉害厉害。行了行了，打扰您。叶经理，咱们工作。我们这次来呢，主要就想再过一下咱们的合同，之后呢，再看看我那台赛车。本来我想先给你打个电话，你就不用麻烦你跑一趟了。这个赛车吧，我们那个不能租给你。为啥？这半年前就谈定的事儿了吗？这快比赛了。是这样啊。你付出这个事儿吧，现在还是挺有争议的，主要是老板吧，他就担心这个赞助商看到你开着他们品牌这个赛车，对我们这个公司这个赞助可能该多少有点影响吧。要等这样，我还给你20万，不用给我便宜了，好吧？本来咱们公司也有这个租赁的业务，啊，租给我，我是客户。咱就当不认识，我是客户行吧？不是，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今年对我们特别关键。今年对我也特别关键。是啊，你要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那业绩压力特别大。要是因为把车租给你了，然后得罪了赞助商，你说这……那毕竟我们是拿了6个年度总冠军的队伍。6个冠军，
有五个是我们拿的呀，还有四十多天就比赛了，我上哪弄车去？哎呀，是啊，那你当年你那个事情，那当年你那个事情，那不是对队伍那也产生了名誉上的损失吗？你不知道吗？那公司的股价跌了一年半才回来。宇翔，对不住啊，我已经尽力了。啊，没事，大哥。啊，不是，叶经理，麻烦两位下车，我们要抬变速箱了。感谢你两位车队做出的贡献。哎，你俩等会儿，来这边来。拐弯的时候注点意啊！这就是你以前开那台赛车的车架子，一直放在总部大堂展示。后来你出事了，就扔在仓库里了。这就是我们五年前的冠军车架，我现在还记着它的味道，就是这熟悉的触感。他就是巴音布鲁克魔鬼塞段的王，我到现在还能感受到他倔强而微小的小宇宙在和我呼应。郑直，把手放上去，你感受到一种呼应了吗？我好像有呼应上了。哎，好像这台才是你那车车架的。哎，这车架子已经好多年了，属于报废品，所以不在公司财务审计范围内，车队可以自由处置。你们两个明天晚上呢，把它给偷偷拉走，但是不要让别人看见。我朋友在市区有个酒窖空着，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这是那钥匙，拿好了。味道就是这熟悉的触感，它才是。行，我呼应上了，赶紧琢磨琢磨怎么弄走。哎，爸爸，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你不能动啊！这也是爸爸的武器，叫甩棍。一会儿要有意外发生，这就派上用场了。平时你可自己不能玩这个啊。抓紧时间。站那儿！干嘛呢你们俩？那仨。哎呀，你不是洗澡去了吗？大爷，我洗得快呀。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去洗澡了呢？哎，你们是谁呀？大爷，这事儿解释起来比较复杂，但我劝你别拦在我们前面，去一绝。去爸爸，我这怎么了？你爸刚才怼天怼地怼得太用力，卡住了。决心已定。同志，你不要再努力了，你再怎么甩，你这个手电筒也不会亮的。谁也别想拦着我。你们肯定不知道，当一个车手
跟一个交通工具合二为一的时候有多么可怕。那个熟悉的回来了。你想干嘛？献丑了。原来是要发射呀。哼，还多么的可怕不？兄弟们，这东西在你们这儿是垃圾，在我这儿是块宝，你们就当我是个捡垃圾的，今天把这垃圾捡走了，行吗？同志，你别以为你让他走。嗯，我跟他们一块走。季星，季星，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你。阿江，当天咱们仨配合，我就记着，你说不管你们俩把车撞成什么样，我一定都给你修出来，这话我能记一辈子。不提当年勇，不提当年勇。全国最顶级的维修组长，现在怎么着得升级技术总监了吧？我搞后勤了。弄啥了？不是有一年比赛，我是着急呢嘛，抢时间，那个千斤顶没撑好。我就钻在底下卸那个护挡板子了，然后那个车不就塌下来，完了手都伤了，就我就主动申请从前线退下来，现在是看看仓库。这么大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哎，这种的。不光彩，怕让人家写负面新闻呢。车队是让你前两年那个负面给搞怕了。啥了？哎，我找工具吧啊，咱们赶紧开始吧。咱们能有多少改装预算？我炒饭赚了30多万。哦，我在穗穗那儿还有10万块钱存款呢，我能拿出来9万，这样咱就40多万。还是30多万？你是30万零几千？哎呀，30-40万肯定没戏，连套四驱系统也未必下得来，起码得120万，才能勉强攒出来一台最基础、最基础的 S 级赛车。就咋还得比那些好的，差不多每公里能拉出2.8秒去。巴音布鲁克100公里，80秒，将近1分半。没事，你尽管坐，我再去想办法。行了，我这先搞个2手的 SGOC 发动机，还得有新的锻造曲轴、锻造连杆、锻造活塞、低摩擦轴瓦、高角度凸轮轴、轻量化气门、高强度气门弹簧、定制排气气管、进气气管、9度火花塞、OKD 电火模块、轻量化飞轮、盖瑞特涡轮、波士三用 ECU、Cosworth Omega HD Plus 数据记录单元、Cosworth IPS 32线性控制系统、Cosworth车速、转向温度、刹车压力等传感器。底盘前后得改成 MAP 讯系统 ，WSC 改 Ranger 减震器，铝合金仰角，前后钢管式副车架，碳纤维车身包围，尾翼 X-Track 6速序列式四驱变速箱 ，X-Track 后差速器 ，AP 碳纤维3片式滤合器 ，Tanco 定制版传动轴及半轴总成，波士换挡传感器 ，Brembo 刹车卡钳 ，AP 立式踏板 ，Andes 刹车片 ，ATL 75升环保铝。别说了，我拉咱这去。来，坐坐坐。这个呢，这你助理啊？我是帮他写路书的，也帮他读路书，等于赛车手的眼睛。哦，知道，叫导盲员、领航员。
领航员。那大师，导盲那个是犬。大师，虽然我一年只花40000多，但我有8000块钱都花您身上了。我是您这里的最高级别的会员，您的那边要么成功，要么更成功，我已经拜读了3遍了。那你们成功了吗？可以说，我们离成功只差一台赛车了。这也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想您在您的会员这个微信群里面帮我们吆喝吆喝，看看谁愿意赞助我们。如果您本人想赞助我们，那就更好了。这拉赞助啊，我交给你。你只要，然后啊，你得，这不就搞定了吗？大师，您能仰泳吗？想要钱呢，去找那些有钱人。我这儿一会儿送你个土特产吧。啊，大师啊，您误会了，我们来这儿啊不是跟您要钱的，我们来这儿是跟您谈合作的。哎，黄衣服那个。我好像在新闻里看见过你，你就是那个，哎，那个算了，来，秘书，钟哥，爸爸，你不是去拉赞助了吗？这不拉回来一头喜羊羊吗？那这头羊也不够一场比赛的钱啊。谁在？导演不是说不认识上流社会的人，主要是我一给他们打电话吧，怎么全在国外度假呀？那就先找找老同学呗。我估计我的运动生涯也没什么希望了，但我只想赢这一次。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故事。初中高中啊，没人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别人。父母身体一直都很好，没发生过任何的意外，什么车祸什么的都没有。没考过研，没打过仗，没在 KTV 里唱哭过小姐，没有逼良为娼，也没有劝妓从良。只有坐在赛车里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活着。哎，美女，让一让。你呢？是这一辈子没故事，想拥有一段故事。我呢，是故事太多，想给故事一个结局。那走吧，别在这儿耗着了。上了。这我儿子坐的地儿。哎，我说真的，你要不然你去参加个电视节目啊，卖个惨，博个关注，指不定再能做啥。不去。金秋十月，天高气爽，说你心声，圆你梦想。大家好，这里是祝你圆梦60秒，请赞助一期的节目，大气。但现在还不能漏啊，行。
一会儿啊，这样，你到台上最后一刻的时候，你把那个拉锁一拉，到时候所有的焦点就会聚集在这三个字上，我们的赞助就会络绎不绝。观众是上帝，赞助商是爸爸，给你60秒钟的时间说出你的梦想，上帝和你的父亲将决定是否当场实现你的愿望。下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寻梦小将。相信很多80后对他还有一些印象，因为他的故事曾经风靡一时。那么让他来说出自己的梦想。哎，等等，怎么能不向大家介绍我们本期的圆梦大使，也是本节目的赞助商？你瞅我这脑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传奇的男子林真东。看来这位寻梦小将可能身体突发不适。别走啊，别走，我就一步之遥了。哎，不是，你没面子都没面子，这么多年了，你扎这一件吗？你就当是为了小张飞和我，大张能屈能伸。行，你走，你走，我上。反正我工作早就辞，岁岁两个礼拜没离，我什么都没，赛场上比这残酷多了。你就当是预赛，走。各位。经过他好友的一番治疗之后，我们寻梦小将的身体突然有事了。好，倒计时开始。我曾经是个赛车手，赛道里没犯过什么错，赛道外犯了错，我被禁赛5年，今年是第6年。都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从借钱开始的，没错，我今天来就是想，我说不太出口，就让我胸前的字替代我的心声吧。我认识他，他想付出，但是他经济上很难，纵使这么难，也没有张嘴要一分钱。他来到这个舞台，只想求赞，求我们大家给他一个赞。我们没理由拒绝这种要求，所以我提议，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给这位优秀的车手，大喊一声赞，喂，好不好？有人吗？能不能再来一条？好，还一个柱子的衣服卡住了。哇！下去！我来了，人生边有咁多机会俾你再嚟一条啊？是啦，下条咧又揸到你啊！哎，没事，我跟你说，至少这个舞台的这个效果特别好。走，我跟你说。叶经理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早咱们说不定有好事儿啊。哎呀，你不要太沮丧，来，你这个把这个标准笑容露出来啊，1、2、3。叶经理，啊，从哪儿挡住我了？叶经理，欢迎。你这真是不好找。哪不好找？世外桃源呢，这是。这么急着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最近比赛快要开始了，是不是特别忙？我这个我被开除了。别开玩笑。哎，没事儿，我这不是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旅游吗，钱也攒够了，也差不多了，可以出去旅游了，大好河山看一看。
旅游也挺好。嗯，本来车队的工作就太繁忙。你看，这就是原来我炒饭的地方。哇，这景色，这就是你炒饭的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哦，这儿啊，这就是你炒饭那个遗址。我坐上面，走走走走。哎呦，这还复试啊，这是。哎，那个比赛快开始了，你赞助拉的顺利不顺利啊？啊，顺利啊，特别顺利。顺利就好。顺利。哎，对了，我给你带了个东西，我怕我待会儿忘了。这是你以前赛车的那个电脑板，兴许你用得上。比赛得赢啊！得赢。跟着自由残留的辉煌，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艰苦彷徨的挣扎，自信和改变未来，问谁又能知道？哦，走了，不留下吃口饭。我还要赶飞往马尔代夫的飞机，以后你再见到我呀，就是在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这样吧，我认识一个大哥，大哥，我兄弟张弛。你这人脸上有执念啊，大哥，是谁给了你这么一双慧眼？大哥，我跟我哥们这事儿，他肯定也跟您说了。我们就是想，不用说了，我知道。我爸赞助没问题，但是我有个条件，你赛夫的胸口得绣上我女朋友的名字，而且带着我女朋友的名字上领奖台，我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他。大哥，这就有点，我是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恐怕就是我出100万，雪中送炭。大哥，像你这种义薄云天的大哥，您就应该多几个女朋友，我们赛服上的广告的位置还很多。弱水3000，我只取一瓶。大哥嫖得好，但是我还有个小要求。我这个人吧，自己唱歌唱不好，哎，特喜欢听别人唱。我就想看看曾经的全国冠军在我面前唱歌跳是一种什么感觉。大哥，不会跳舞。大哥，我也不会唱歌。每天都走着别人为你安排的路，你终于因为一次迷路离开了家，从此以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你愿意吗？每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你用一种傻事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多年以后，是不是有了一个你不想离开的家？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
居然真的改出来了，我们能赶上比赛了。感谢朱成军，感谢。来吧，来吧。干什么？干，疼疼疼疼！看来不是幻觉。那咱们就开始试车吧。好多年没碰赛车了，小心点啊。水温正常，机油压力正常，汽油压力正常，排气管温度正常。差速器三，配置电弧二，自己完毕。千万别紧张，把通话器的连压拦上。拦上了。有沟，有沟，有沟，有沟。一百米道路变窄，右五。取直线三百米，全流进沙石。决战巴音布鲁克拉力赛即将拉开帷幕，各大车队已经纷纷前往比赛的驻地，林真东和他的领航员洪阔也将启用最新款的拉力赛车参赛。另外他还邀请了来自欧洲的拉力高手麦克西作为外卡车手参赛，双保险的阵容确保了他的车队有着最强的竞争力。喂，张驰，我还有300公里我就到那个维修基地了，估计7-8个小时我就开到了，跟做梦一样啊，我们好像又要出征了。哎，但是我跟你说啊，就咱们这个100多万的车，绝对能把现场那些几百万的车全都干趴下了。你骄傲的太早了，虽然我也这么认。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雷天已经是个世界强敌，一定要这个稳中求。喂，先生您好，请关闭一下你的手机，我马上要起飞了，谢谢。咱们爷俩的人生也马上就要起飞了。还有证啊，兄弟，对不起啊。你人没事就好。季青，你想想办法，季青，季青，我现在就给大哥打电话，我让他再汇50万过来，然后咱们拿这50万就跟现场所有的车队买部件。这回我在赛服上我不单只绣上朱春娟，我身上我纹上朱春娟。张驰，你有备用车吗？就这一辆。你也跑了10几年比赛了，你知道这种情况肯定修不出来的，何况领航员也通不过3型体检。你别墨迹了，退赛申请书你签个字，送到赛事中心去。不再抢救一下吧。钱、配件都没了，就算有，这点时间也不够抢修的。裁判说的对，都是老司机了，没必要幻想，耽误大家伙功夫，还当着疼。
你知道你不参加比赛这5年意味着什么吗？可能意味着属于我的时代它彻底过去了。是吧，年轻人？那5年意味着科技进步了，以前做不到的事儿现在可以了。让我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巴音布鲁克拉力赛，中国赛车的最高殿堂。拉力赛的独特魅力在于这些代表最高控车能力的车手们，在没有任何防护的天然道路上挑战自己与赛车的极限。他们每隔5分钟发一台车，看不见对手，只有迎面而来的山路，这是他们自己与自己的战斗。总用时最少的那个人就是这片土地上最强的驾驶之神。109公里的山路，6架救援直升机，13台救护车，都未必能给他们最周全的保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车的艺术，看到职业车手的勇敢与专注，看到一个人的热爱与付出。我们曾经见证了巨星的陨落，也目睹了新星的升起。今年，我们拥有一个极其强大自信，甚至愿意帮助对手修复赛车的王者林真东。拥有在后面紧紧追赶他要做新王的更年轻的车手们，还拥有找到赞助重新复出比赛的张驰，而他的领航员孙宇强赛前因为意外受伤，医疗主管没有给参赛许可，张驰居然申请使用了从来没有人启用过的蓝皮书48款3条 Responsibility Concede 条款，独自驾驶不使用领航员。没有人能在都是视线盲区的巴音赛道里记住这1000个弯道，一旦发车，他应该是这片土地上最孤独的车手了。Today. On top of this,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affect the remote sensors of the cars. Now, folks, let's not forget that the load on the engine and turbine has to be tremendously high on the inside, which is why many cars can't get that load on the engine. We'll be right back.
don't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any big surprises here in this race. However, it's going to be quite interesting to see if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beat his own record. Now, I don't think anybody can really run this race this year, apart from his teammate Neil and the two rookies, Wei Shen and Douwei Fan. It looks like Lin is pretty safe here.手不住赛车线上，我觉得钱叔数据不对，没事，可能只是手有点紧。我都检查过，放心吧，应该是轮胎温度没上来的。叶经理带来那个电脑板完全匹配你的驾驶习惯。 OK， 那我的入弯点再早一些。 Here I have to say, the S team who's departing right now is definitely showing the world how skillful they are. For me, they're really the best at building race cars. Look at this beast. It has a horsepower of 450 and a force of 900 and an incredible weight of 1,080 kgs. This car can go from 0 to 100 in 2.1 seconds. It has to be one of the best cars I've ever seen entering this race. 我现在差不多了，你现在一公里比人家慢了0.12秒，还没有被甩开，没事啊，我们还有机会的。共是落后的10秒多，我可以把涡轮延时调到最大吗？ 我现在领先多少？ 9.6秒，注意力集中。 你千万别被他影响，你的看法非常的潮，没有过时，你放心。主任，我那天已经告诉他，只有当一个人对自己失去信心的那一刻，他才是真的过时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啊，巴音布鲁克山顶的温度降低了，路更滑了，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车轴距更短，但是翻过了这个山之后呢，就是高速弯了很多，你可能会被追上来一点，你可以发力，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知道吗？ 大家好，这里是巴音布鲁克拉力赛现场播报。由于空气信息温度比往年更低，大家都做出了比去年更快的时间，所以悬念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跑进一小时这个历史大关？比赛中有很多意外，9号车的韩小月好像有些操之过急，连续失误之后撞树。年轻车手遇到这种复杂的赛道还是要把节奏把控好，毕竟只是全世界最长哇，陈志安也遇到问题，是机盖锁忘记锁了。 这样的停车修整至少要浪费40秒左右的时间，好像他还和领航员有一些争执，他基本上是退出了争夺领奖台的行列。来自真东车队的外卡选手内尔也因为转向拉杆断裂退出了比赛，真东车队的双保险瞬间就剩下林真东一个人，好在他依然领先。内尔好像特别的沮丧。
啊，还有更倒霉的车手，二号车的高华阳，他怎么一直和羊过不去，居然被路过的羊群挡住了道路。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也是拉力赛的魅力吧。希望华阳可以稳住心态，争取第一次完赛。沈威的赛车因为机械故障停在了路边，停车的地方很危险。今年的比赛对他来说就到此结束。楚玉霞作为老车手了，依然很稳健，不愧是。哇，可以这么开吗？这样等于是节约了至少300米的距离，我们可能要等到赛后仲裁了。范德伟在第二紧咬林振东，没有想到一个人开车的张弛没有被拉开太多，接下来就是最危险也是最高海拔的巴音山顶。这么高的海拔，赛车的机械方面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一段连续的下坡也会是对车手信心的极大考验。有故障车，到魔鬼路段了，那就在这拉开差距吧。教官，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您一招必胜的绝技啊？把笔和纸都拿出来，我只讲一次。还真他妈记呀、啊？想他妈什么呢？凭什么有这种绝技就只能你会，别人不会？比别人多条腿，多张嘴。竞技体育成绩是练出来的，冠军是撞出来的。作为一个拉力车手，冲出赛道没有任何缓冲区，旁边可能是墙，是树，是水库，是悬崖，就看谁能在逼近极限的同时犯更少的错误。你过的每一个弯都没有机会再来一次，你犯的每一个错都会断送整场比赛，甚至你的职业生涯。我们所爱的事业和别的运动不一样，你需要钱，需要一个好的技师团队，需要一台好车，需要你的专业和冷静，需要你在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开着这台车全速推进。什么尊严、面子、荣誉、廉耻你都顾不上，怎么战胜对手？那就是找到最晚的刹车点，找到轮胎的摩擦力极限，找到你自我能力的边界，然后把你眼前的每一个弯都过好。这不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巴音布鲁克，1462道弯，109公里，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你问我绝招，绝招只有两个字：奉献。6秒了啊！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土，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我每天在脑海里开20遍，5年，36000多遍，我能记住每一个弯道。只要我能有幸回到赛道上，我一定会跟你呼应上的。全油！
要稳住。娘娘，娘娘，追这么紧，难道是我自己慢了吗？不会，去年快了三秒，慢些有石头。赛后灾难。我前轮好像看到东西了，左边警报灯闪了，你那个右边那个警报灯为啥亮了一下？巴音布鲁克赛道让全世界最震惊的地方，其实不止它的山顶，还有它的终点。在一个完全看不到出弯的盲跳以后，赛车落地，两边就是险峻的巴音大峡谷，长达2公里的直线。如果你收油，你会损失很多时间；如果你全油，你的引擎寿命很可能就此终结。终点线之后就是一个急弯，护栏外就是树你的悬崖。这样变态的设计，让车手根本不知道最后的刹车点应该怎么选择。虽然在那一刻你已经完成比赛，但只有过了这最后一个弯道，收车台和荣誉才在等着你。下面让我们把信号交给来自欧洲的天空体育。Whoa, that was a very well executed jump. That looks like he was going full front on his fourth gear. 机油温度过热，汽油压力也下降了。再这样下去，锻造的活塞也会溶掉。陈总，刹。林青，哎，怎么还差多少？刹车油压力特别高，可能是哪儿磕破了。你不能再全速了啊！要留给自己足够的刹车距离，知道啊？我还有希望吗？你还差零，你必须马上收油。我自己有数，你就让我。为什么一定要赢这次？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我跟你说的那个驾驶员。儿子，严格来讲，他那不叫驾驶员，那叫飞行员，懂吗？